阿飞号1241，你去过台湾了吗？把你拐来乱折。他没有去过，在台湾你有亲戚朋友吗？把来乱朋友他们没有。他没有。你会抽烟喝酒吗？我没有都红酒喝。他不会。来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人家乱来个这份吧，把我请出去喝。他受得了。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你主要高板不要增加吧，我同意哈。他愿意。你要保证今天你回答的问题和履历表上的内容都是事实，啊，我担保了你录用意见放我哥找了，俺们是得空。是的。他保证。好，现在请你做上书，没怎么办那么多。现在请你进来提沙包，咱们把背包干没了。不懂。请你伏地起身，现在慢慢整理妈咪了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。二四、二五、二六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